联合利华创立于1890年，前身是英国利华兄弟公司，创办人威廉利华当年以制造肥皂起家，推广居家环境清洁卫生的观念，成功打稳企业基础。第二世界大战之后，利华兄弟在1947年进军我国市场，第一座工厂落户孟沙马洛夫路，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厂，为在地人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。1994年，利华公司重塑品牌，正式告别利华兄弟，跨入联合利华时代。除了积极扩大业务，联合利华也履行社会义务，扶助弱势群体，改善他们的生活素质。凭着可靠的产品，利华兄弟在本地消费群建立牢固的信用。联合利华承诺将继续推崇追求优良的使命，让消费人感觉良好，享受美好人生。